腾讯综艺深井烧鹅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101吴宣仪。十分钟，打底的眉毛口红，吉娃娃，五只魅鸟。我是想说，最近刚学了一个，不是说老师嫌弃我眨眼眨多吗？我现在就是边眨眼边挑眉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德鲁纳饭店，饭店，德鲁纳酒店里面的，对 OST， 休闲，单色，帅呆了。卡路里，就珍珠，就往里怼，就，你就不涂口红啊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个时候你真年轻，真漂亮，你老了。假如你有男朋友，你和他一起去看电影，旁边一个漂亮女孩拧不开瓶盖，找你男朋友拧，你会打开？打开？让他打呀，让他打呀。假如你有男朋友，你晚上在微信上找男友聊天，男友说他正在打游戏，让你早点休息，你会怎么办？他不会这么说的。哇，这个我跟我弟看过的，等一下。以下四张图哪一个是迪迦奥特曼？第一个 A， 为什么呢？有蓝色。炫玉珠，炫玉珠，快起床，睁眼就能看见我啦！早安，医院们，是不是很累啊？快点到梦中来见我吧。